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一二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乔林日志。我们今天带大家到新加坡的阿玉尼，中文叫做阿玉尼。阿玉尼，那我们今天带大家要吃就是串烧，那我们来这边跟朋友来这边约吃串烧，那我们就走吧 ，Let's go。OK， 我们捷运站出来，这一排有很多吃的，就是有串烧啊、饺子馆这样子。那我们今天吃的店在这边，大胡子串烧有没有看到？在这边 ，OK。那我们这就走吧。OK， 这是我们今天晚上吃的店，大胡子串烧。那我们就现在走吧。好，我们坐下来了。我们今天来到大胡子串烧。那我们今天点了这个，我们点鹌鹑肉、烤牛肉串、羊肉串，鹌鹑肉8块钱，然后烤猪肉串跟羊肉串都是1块，然后我们还有烤牛鞭，烤牛鞭是2块钱，牛鞭在这里。对，然后还有烤鸡翅跟牛奥良鸡翅，烤鸡翅，对，这牛奥良鸡翅，然后烤鸡翅，对，然后还有一个烤四季豆，然后跟烤木鱼丸，对，然后我们还有吃扬州炒饭，扬州炒饭，扬州炒饭，在这里，我们还点一个扬州炒饭5块钱，然后跟干锅牛蛙，牛蛙在前面。对，我们要点一个红烧猪手，12块。牛蛙在前面这里。牛蛙。干锅牛蛙。这个不是。不是。对，我们还点干锅牛蛙，这16块钱。讲，还有一个口水鸡，口水鸡是8块。好，我们目前先点这样，那等一下要吃的话再来吃。然后这边是大胡子串烧，它的 menu 超大一本的。比 A4 size 还要大。好啦，我们就等上菜吧。耶，我们的烤肉来了，串烧串烧。这个是什么？鸡胸吗？鸡肉、羊肉、四季豆，然后墨鱼丸跟鸡翅煎。吃吧吃吧。各位观众猜一下是什么东西？猜中有奖。答案是牛鞭。答案是牛的那一根，牛的油条。好，要烤它的话，它搞不好连它端什么东西管它都不知道。这个是牛奥良烤翅，噔噔，我觉得有点焦哎。OK， 我们的扬州炒饭来了。OK， 这个是干锅牛蛙。哦。是带火的哦，耶嘿嘿。OK， 我们的口水鸡上菜咯，这是口水鸡。这是我们的红烧牛蛙。红烧牛蛙本身很好吃，我本身会打9分。如果是一下或者我是故意的，如果他第一点的话，他会有吗？所以口罩在丢。我吃口水鸡了。这个新的门票没有啊，以前会有的。这个是口水鸡。口水鸡是冷的一道菜，然后它鸡肉本身还蛮有咬劲，不会很到很柴的那种，然后它鸡皮那个味道很香，很好吃，然后它上面有一点辣辣的，还有花生的那种口感在里面。口水鸡本身给8.5分。这是什么？红烧猪手，猪手就是我们的猪脚，
然后这是红烧。哦，好了，开吃啦！好，等一下吃这个。到时候同一个。这是红烧猪手，就是猪脚。它的酱很特别，比较像那种东北那种的酱。然后它那猪皮那种胶原蛋白那种 QQ 咕噜咕噜那种口感很好吃，猪脚会给9.5分，给大家参考喽。我们自己拍就好。好，好。来，一二三。啊！掉到吸水口水机里面。雪花。它怎么用泰戈的杯子？我觉得雪花应该还没出杯子，好吗？然后拍一个出杯子，这个是一个很合理的解释。干杯！来，干杯 ！Cheers！ 耶、yeah ！这是雪花啤酒。麦汁啊，还有酒精度。这是雪花啤酒，中国的雪花啤酒。然后它这边有10%的原麦汁浓度。对。觉得蛮好吃的。然后酒精浓度是4.5%，酒精浓度4.5%，其实还好，不会很高。干杯！好了，我们今天吃完了，等等，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我们今天吃的是这个大胡子串烧，它在阿吉尼 MRT 出来的这边，这边有一条就是快吃的，快吃炭烧烧烤这样子，然后这边也离永和东江没有多远。然后今天整个评价下来，我们今天有吃，猪肘子，就是猪蹄膀，然后还有吃青蛙，还有吃水煮鸡，然后还有吃串烧，就是串烧有吃鸡肉、猪肉、四季豆，然后还有鸡翅尖，就是鸡翅的前面那一段的，然后还有我朋友他有吃牛的那一条。对，牛的那个部分，对，然后觉得不好吃，对，所以下次不要点。然后我们今天还要吃扬州炒饭，它的扬州炒饭我觉得不 OK， 太清淡。可是它清淡的有可能是因为它其他菜很重咸，所以它才把扬州炒饭用成很清淡的样子这样子。那我们今天这样子吃下来，我整体来讲我给8.5分，给大家参考咯。对，然后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Google 一下新加坡大胡子串烧，对对对。好，今天不是业配，就是我们自己花钱过来吃，然后跟大家分享，这是新加坡的一日系列，然后是美食评论，希望大家喜欢乔林子。那我们乔林子下次见，拜拜。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按订阅、按分享哦，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